Hello. 跟新朋友老朋友打个招呼。各位不认识我的家人们大家好，我是 KPL 退役职业选手托米。托米。托米为什么人气指数只有一？这个不合适说吧。没关系，这是一个非常公开公正公平的地方。那个是我自己投了我自己的。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么多的明星，是我给自己投一票，那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拉。但没想到没有第二个人投我。我跟你讲哦，什么叫深藏不露的高手，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你，不了解你。熟悉的人会知道你的水平非常非常的高，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最擅长的英雄是安琪拉吗？对的，我这边要推销一下我自己，来，毕竟人气比较低嘛。我的话是 KPL 百分百胜率安琪拉，也是我们国服第一潜在榜安琪拉，实力是没问题的，人气这方面咱们可以用实力来弥补。我不知道两位队长会不会选我，但是选我的那个队长，我肯定要把我倾尽一生的努力奉献给他，我要把我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。我们人气可以低，但我们实力绝对不能拖后腿。我都要哭了。托米，不要立这种 flag。真的吗？这种胜率百分百，真的随时可能今天就要翻车了。尹正老师，我胜率百分百，我就打了一场。千万不要今天变成50%。好，我求你。然后我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我的这位队友啊。为什么人气值只有一呢？是这样的，有句话叫人生寂寞如雪。为什么如雪？因为寂寞。为什么寂寞？因为无敌。介绍一下我的队友托无敌。谢谢，恭喜托米加入尹正战队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四位待选的英雄。小明哥，那我就选一个综合值比较强的吧，好吧。综合能力加起来应该是谁？药吧，是药吗？药。好，掌声欢迎。药背后对应的明星是哪位呢？仰望夜空，你就知道我来自哪里。哇哦！是明星吗？他是主播，他是冠军，游戏冠军啊。对，就是带我们飞的那个 Fly。 是带我们飞嘛。Fly 可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你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本名叫彭云飞，我的游戏 ID 叫 Fly， 我是一名 KPL 王荣耀职业选手啊，现在是在 QG Happy 这个战队里面打一个上单位选手。哇哦。Tommy 刚刚说他胜率是安琪拉100%，你有什么厉害的数据说出来要吓到大家的？等会儿打的时候我就把他的100%胜率给破了。作为队长看到 Fly 有没有放心一点？小明哥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早点认识 Fly 的话，我估计我早就上王者，到现在为止我也没上过王者。哎，到现在还没上王者。对啊，但是可能从今天认识 Fly 之后，我就一路都王者了。哎呀，一路带你们飞好不好？对啊，一路带我们飞，谢谢带我们飞的 Fly。恭喜 Fly 加入黄晓明战队。尹正哥听到小明哥说打到现在还没有进王者的时候，又露出了一些更轻松的表情啊。没有，不由自主的，没有，这眼睛都是亮的。没有，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人跟我是一样的。哎，你是从来都没有上过王者吗？我最高就是星耀。真的假的？我也是，真的，我也是。后来为了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多要拍戏嘛，就没玩，没玩就掉下到黄金了。对。但我们最早打王者荣耀真的是小明哥带我们一起打的，他经常也不能说我带你们打吧，就是组织拉大家一起玩的。对。跟大家报个小料，就小明哥，比如说。五黑大家玩过吗？就上面有五个人，下面有五个人，然后小明哥在这个队，然后呢其他人就会到对面的队伍。然后你就会发现对面队伍就永远补不齐，小明哥就会开语音说，大家麻烦做一下坚定的选择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不会了，一定给您配齐五位队员，好不好？来，尹正继续选择。雅典娜。雅典娜游戏操作也蛮高的，78分，我们掌声欢迎雅典娜对应的艺人，他是哪一位呢？
不要踏入地狱，他很生气。李珍妮，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珍妮，大家好。珍妮，大家熟悉吧？熟悉啊、哦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哎呀，珍妮最擅长的英雄是什么？雅典娜、蓝还有盘古。嗯，是的。你刚刚听了队友们还有前辈们的一些对话，你现在心觉得加入尹正哥队是不是信心满满？是的，嗯，因为之前我和尹正哥也在另一档游戏上见过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沟通起来会更方便。哦，已经有过默契了。下次不要打我了。不是，你们俩是商量好梳的一样的发型吗？刺客发型。哎，还真是哎。是。今天要杀个片甲不留啊。今天我也是，我想着玩打野位嘛，也刺客发型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可以啊。那你看到小明哥坐在那里，有什么话狠话想对小明哥说的吗？注意点啊，你还是要在这个圈里混的哈、啊。哇哦。没有，要懂得尊重前辈这个事情。就是这两年立的 flag 就是太多太狠了，也倒了太多了，所以这一次就不想立。我觉得这个任务交给我们队长，对，把锅甩给我队长。不，你队长最近不用锅，都是用碗，对，吃炖菜的，对。我只要刷到尹正哥的视频，都是一个锅放在前面，每一天都是在焖菜，但是真的是很有效。非常有效，谢谢你给这么多的人带来福利啊！ 好，我们欢迎李振宁加入尹正战队。接下来还剩最后的两名队员还没有加入到队伍，要谨慎选择了。小明哥，你们队伍当中最后一位需要哪一位？我就选一个英雄池最深的吧，就是英雄的操纵度最高的那个。操纵度最高的那个。对，米莱迪，米莱迪。掌声有请米莱迪登场。世界是我的意志，机关为我的表现。欢迎孟佳，又见面啦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佳哥孟佳。孟佳唱跳能力不用说了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但王者荣耀水平怎么样，跟各位汇报一下。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是英雄池最深的人哎，然后就是平时也比较闲，你知道吧，时间比较多，然后就可以在家多多玩王者。嗯，其实就是我是那种补位型选手。什么叫英雄池？就是我是那种补位，就是英雄的操纵，如果要是舞台熟练度开打啊。作为小明哥战队最后一员大将加入的话，有什么话想给小明哥一些信心的吗？小明哥，你就好好待着就好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吧。那个，我刚刚在休息室啊，在那打游戏的时候啊，突然那个孟佳进来看我，说你打得好吗？我说不好。他说你待会儿千万不要选我啊。我还是不小心选了你。那你这当缘分，缘分。当小明哥说出米莱迪的时候，你的真实的心情是什么样的？啊，我在下面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小明哥战队你要选一个吧，然后大家起哄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前面你们的是这样，你们是很期待米莱迪，米莱迪。后面米莱迪是不要选我，不要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希望你能够给小明哥战队带来好运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的，好的。恭喜孟佳加入黄晓明战队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最后一名队员鲁班将自动加入尹正队长的战队。我们要掌声欢迎鲁班。鲁班大师，智障二班。欢迎何鸿燊。欢迎珊珊，欢迎。欢迎欢迎。那个，我想说，是不是因为我鲁班腿太短了，然后又没有带疾跑，你们这么晚才叫我上来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想说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我其实很害怕小明哥会把鲁班选走。真的？因为鲁班是我觉得整个王者世界里面最可爱的 ADC。太有眼光了，这嘴巴也太甜了，明明最后一个一直都没选。不是不是不，其实我是觉得他太可爱，我在就是其实是想让，但是又不想你选走，但是就是也不好意思说出来。你别忘了今天可以进英雄的。
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不会不代表别人不会。哎，何鸿燊很厉害哦，这个在拍戏之余打游戏的话，我看你一直是在我的排行榜的前几位。还行吧，就是跟大家一样嘛，荣耀王者。对。哦，那要不要给尹正哥一些信心，因为你是最后一员大将加入尹正哥队伍的。我这看到 Fly 我有点腿有点抖。你知道他对不对？老乡、嗯、那你再看看小明哥腿有没有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好好的帮助尹正哥来和小明哥过过招。而且我跟郑宁之前也打过比赛，我俩对线、嗯、我直接在后台给他放狠话，我说我要把他摁在地上摩擦。哦，我也太狠了。好了，曾经的恩怨都一笔勾销，今天毕竟成同一个队的队友，对不对？掌声欢迎何鸿燊加入尹正战队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两位队长的本命英雄究竟是什么？来，请看大屏幕。今天看到的是吕布和宫本武藏，但是并没有说明谁是谁。有一位脱口秀指数为零，英雄池也差不多，关键是这个游戏操作都在及格线之上，非常有能力来承担队长的职责。那么从热爱指数不难看出，吕布的使用者就是小明哥。哎，我脱口秀确实是零，这个确实没，我所以我头一次在这个节目里说脱口秀。掌声鼓励一下啊。